这个就是空间站的核心舱，它是空间站的主控舱段，主要对咱们整个空间站的飞行的姿态，还有动力性，还有它的载人环境等等这些进行一个控制。这块是大主段，就看比较粗的。这个粗的里面呢，主要是航天员在里面的工作和做实验用的。然后前面这个细一点的话，这个是小主段，我们在里面布置航天员的睡眠区，还有卫生区，保证航天员的生活和正常的一个居住的环境。